大家好，我们是夏季新钢琴，今天为大家介绍这台雅马哈 U3 黑色钢琴。那我们来先来请小帮手来拍一下那个钢琴制造号码。来，我们来这边来看哈 U3223862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拍一下钢琴的打击锤。我们现在打击锤基本上都有研磨过，而且还没什么弹。我们这样照过去，然后这边找到第一弦，第一弦很亮丽，很漂亮。哦，好 ，OK。那我们现在来看它下弦板哦。来，我们可以照一下哦。我们下弦板即便很干净，保证没有蛀虫，没有泡水。哦，包含弦的颜色，哦，这基本上没什么在弹。OK， 那我们来照一下钢琴的正后方。来，我们小帮手到这边来弹一下喽。来，小帮手进来。哦，你可以照一下钢琴后面、下面，对，我们照一下钢琴正下方，你看绝对没有蛀虫泡水。如果蛀虫泡水，我们会免费退货，哦，一律全部退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钢琴的音色，听一下钢琴的音色。那内装的部分呢，我们会拍照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弹最常弹的曲目给大家听。好。听听看低音部的音色，刚刚没弹到低音部嘛，吼。OK， 好，那各位朋友们，那我们这部钢琴呢，就是卖58,000，哦，22万号，大概20年左右的钢琴，哦，那有兴趣的客人记得跟我们预约喽。我们在夏静新台北市万华区莒光路148号。OK， 拜拜。